现在有办法动吗？脚抽筋是不是？脚抽筋，我拿个棍子给你拉好不好？来，来拉好，哎，握好，握好。脚抽筋，啊，怎么会？他是掉下去的吗？你旁边找一下有没有救生圈呢、啊？没有，都没有吗？先生，你现在有办法动吗？脚抽筋是不是？脚抽筋，那里痛？好，谢谢。我拿个棍子给你拉好不好？来，来拉好，哎，握好，握好。哎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好，你头要小心、哦，你头那个小心了、哦。好，那好，坐着坐着。你是掉落的吗？你是在这边？哦，你要下去游泳抽筋是不是？来，我们再坐上来一点。来，再坐上来一点。爬起来，站起来。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请坐着。啊，那个雾尾渔港那个是有一个民众他下去游泳了，结果身体不适了，哎，啊，现在人。哎，人意识清醒还好，因为去的时候就赶快把他拉起来。哎，他自己还有办法走，哎呀，他自己装救护车。OK， 看看，好，不。来，你对我行，你对我行，对我行，来行。来，你对我行，你对我行，对我行，两行。应该 OK 了哦。刚好那个什么嘛，战斗然后他活活的亡国者，但皮哥，皮哥下边。哦。哦，好啊。皮哥。哎，你这个坦白。哦，以后他顺利。